露丝今天来吃这个小珍珠慕斯，先吃一个小黑黑。吃一个小珍珠，哇，里面有椰果，看到没？点个小爱心，下个视频吃大的。先来个小果冻，今天吃这个大的向日葵。来，先来把土。嗯，奥利奥，看有没有夹心，然后切开。哇，嗯，掉了。好吃，哎，这个不太好弄，都被我搅成啥了呀？一颗小爱心吧。嗨，来了，今天吃一个被滤过的心，先吃个小果冻。被滤过的心是什么滋味儿？夹心儿，下个视频吃大的。爱心五颜六色的爱心，点心加关注。嗨，今天吃个太极，先吃红的。嗯，好硬，哇！一口把这个绿的吃掉，郭宝又来啦！今天吃一个慕斯，嗯，不好吃，嗯，你想吃啊？我也想吃一个，给你一个。媳妇，我也想吃一个。嗯，给你一个。嗯，好呗，我吃一个桃心吧。幸福啊，全部干上了。嗯，好喝，还有蓝莓果酱，真好吃。老。嗯，这个皮可好吃了，哎，太好吃了，找个小红心吧。